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点六，大家安安。今天我们的三只鬼机要来到第三部了。之前我们玩的呢，玩了很久，对不对？其实才玩了序章、第一部、断章跟第二部，其实也算是四个了。那今天迎来第五个阶段，第三部喽。看起来其实已经玩蛮多了，因为第二部是以攻略来说是比较长的，对啊，第三部就来啦！我真的觉得这画面棒棒，三代的主角同堂，虽然少了约书亚，但是也不错，也不错。来，那今天就来让我们一起来 go go。九九九九九九 ，Let's go, Let's go！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们限时日期越来越快要追到了。游戏里面8月27。露出主炮，平常应该不会随意外露啊。嘿，不想玩你嘛，不会回应你啦，所以他就跑去对面聊天了。玩你嘛 ，QQ。所以我们简单来说，有没有？因为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也要干嘛？升级船舰，从教会的不太小了，还是回来我们的。按照这些人啊，其实转念一想，其实就是一个空中教室。欢迎光临帝国空中教室，连温泉都有。问啊，这么奢华？其实想一想，因为它的飞行艇的概念有没有，就是把船飞在空中？那以那种超豪华游轮，上面也会有游泳池啊、三温暖啊、温泉，应该也是有类似的，泡澡、泡热澡。你说恰恰有没有预购到创鬼的限定版？有，我刚好有预购到。往往我都是没有抢到那个首发预购、啊，都是等上市之后再拿到的。但也就是多花一点钱，可能要多花500-1000。这一次有刚好有预购到，而且我运气很好，预购好，结果隔天他就货就没了，所以运气好，不错。来。吸成了上一代的卡雷加斯。最低限のマニュアルは用意したから、不足分は君の方で補足すると。没问题啊。はい、複数担当者で。看来我们的舰长啊，依然交给托瓦。全長74アージの先代に対し、本艦の全長は92アージ。速力、出力ともに上回るが、取り回しには気をつけるといい。了解です。先代以上のジャジャン馬のようだ。各種機関と武器管制はこちらから総合的に制御できます。エリカ博士とラッセル博士が開発した対ハッキング機器も搭載していますよ。お母さんとおじいちゃんのわかりました。あよすごい、全てが最新鋭の設備なんですね。しかもエプスタイン財団で発表されたばかりの次世代端末ですか。ええ、それとルーレ工科大学による最先端の流体力学の船体への応用、 ZCF で開発されたばかりの次世代動力機関も搭載してるみたい。はいよ。しかし
集结了各方的最高科技。对啊，我觉得也不算是瞒着其他国家，光是瞒着自己的国家，瞒着情报部，对不对？そのうちの一人がグエンさんになる。哎呦，話は先の内戦直後に遡る。内戦があのような形で終結した後、殿下から相談を受けてな。いずれ赤き翼がもがれた時のため備えを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じゃ。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殿下とクエンさんが連絡を取り合っていたのは知っていましたか。準備第二手棋这么厉害。在利贝尔王国，没错，这个玩过空鬼怀念的地方。毕竟是我们的奥利维尔，所以有他们的帮助。西乌斯汪出地下，完全不知情，居然靠着个人资产出资。第三隐翼。本来料想是被政府接管，没想到对啊，毕竟他原本的，这也算是合逻辑啊，因为毕竟他原本的船算是就是政府打造的，对，不是自己的，有没有个人去弄的。身为枪手失去了左眼 QQ。 所以应该是爆炸的破片有没有弄到眼睛，所以其他地方才是安全的。怪盗的一时兴起的举动啊。好，现在要来回溯了。噔噔噔噔噔噔噔！看啊，一开始是外部的爆炸，不是内部，所以内部暂且还安全。こいつは甘く見ていたか。シェラ君、すまない。悪いな、アイ。女神よ、願わくば娘を。15秒後に船体は崩壊する。だが最後の賭けをしようか。ブリッジ内に対衝撃重力結界が24秒働く。せいぜいあがくといい。15秒後会坠毁，但耐冲击有24秒，所以这个冲击有没有冲击结界更高。暴れるな、身をかがめたまえ。重力結界がダメか。諦めるでない。所以再看一下拍子，耐冲击重力结界15秒后船体即将崩解。有点呛欸，不懂他去撞的那个结界用意何在？那不是保护他们的吗？
遅かったか。いや、可能性はあるはず。我が美のライバルの悪運、確かめさせてもらおうか。不然来协助这个，合情合理啊。这重点是他情报来源怎么来？对，他只要收到这情报，按照不然的个性，然后一定就会来看看他的宿命般的对手是如何的。GG，坠落的你。阻止结界瓦解，所以他去撞，是不要让他瓦解掉。居然，谨慎的灵魂与意志。他现在变得更帅了。我这边在题外话，我觉得两点啊，就是那个爆炸员嘛，他们直接闯出来跳下来，以他们的战斗力来说，感觉有没有应该也摔不死。他可以用什么剑气啊，或者什么有没有可以缓解那样的一个情势？那第二次仗势，他们就是。他们的活的是隐瞒全世界的人，可是那个子爵不就是跑，因为诅咒的关系，然后跑去宰相那里了吗？那他们应该就会知道，他都活着了，其他人怎么可能没活呢？那结果却是一种大家都很震惊的样子，然后子爵又在那里，而且你都知道子爵活着了，用自己的剑去堵住结界的破洞，对啊。有人说以后瞄准不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其实真正在玩那种射击，其实也都是两只眼睛睁开的啊。有人说应该是子爵伤好了之后吧，不是啊，重点是子爵已经在那里了，那大家还很对他们存活感到震惊。懂我这个意思吗？那就只觉得会存活，就代表大家都已经存活了。那他们却好像是忽然间看到奥利巴特，你怎么还活着？不用告诉你，只觉也在我这里哦。这种感觉。Anyway， 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来。噔噔噔噔噔。ローゼリア・ミルスティン。也是关键的两个人物。帝国のヘクセンブリードが王さんにして、そこの今やビータの試練もある。よろしく頼むぞ、オリバルド殿下。リベール、クロスベルの子らも。